极品太犀利了啦！哎，麦克风帮这个瑶瑶递一下，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来，瑶瑶你好，来，请你跟这个大家先来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你们好。一位呼呼，一位志气，对不对？是是是。所以呢，瑶瑶真的很谢谢你，最近很忙哦。就是电影宣传。对，电影宣传。那但是呢，特地来这个单身极品安心雅的签唱会，有准备一份礼物。金苹果，话说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就是金苹果是属于最美的女神的，所以我今天要把它送给她。哇，天哪！来送上这个希腊神话当中象征最美的女神金苹果的这个象征送给我们的安心雅，那两位单身极品先来跟金苹果来拍一个照，好不好？来，麦克风我们帮你们先保管一下。哎呦，天哪，瑶瑶哎，来到安心雅的这个签唱会，好，来，两位稍微往前面站个两小步吗？这个真的不得了哈，大家的手上的相机不拍啊。此时不拍更待何时？两位单身极品要请大家支持安心雅1月11号的单身极品专辑，还有呢郭书瑶贺岁的电影《志气》。好，来，两位视线一致，我们从右手边先看一下下。来，哇，谢谢瑶瑶，真的很棒，还特别送上了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象征，最极品的、最美丽的女神象征的金苹果来送给安心雅。两位中间看一下下。好，中间看一下，还有左手方。好，左手方看完，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摄影高台，对我们的摄影高台有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也麻烦心雅跟瑶瑶的视线。好，好，再回到我们正中间。哇，不得了了，这个画面真的是史上难得一见呢，最极品的画面，不得了，太沙太沙了。哦，可能有人已经默默的鼻血都流下来了哈，来来来来，金苹果帮忙两位女神收一下，我们呢帮两位呢上一下麦克风。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礼物，人来就好，还准备红包，没有没有，就是因为那个机器的电影要上了，所以我就把那个票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去捧场。那谢谢谢谢，我已经把红包的钱换成电影票了。哦，那所以里面有很多张吗？里面有有两张，有几张？没有，因为我还有就是要献给粉丝的。哇，好，谢谢你，好贴心哦，所以是。瑶瑶把他这个志气的电影票呢，先以红包的方式送给安心雅，另外还准备了3份要送给心雅的粉丝。是哦，真的，所以心雅里面2张电影票，你要约谁一起去看志气？没有，因为我跟我朋友群就是整群都讲好说就是要看志气，因为我们很就是觉得那部片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觉得瑶瑶很认真，很想要支持他，所以这2张其实是不够，所以剩下我会再买。哦，谢谢，好大方哦。所以还好，感谢2月8号电影就要正式的上映了，然后呢1月11号这个单身极品也已经正式的发行。那呢，谢谢瑶瑶送上这个金苹果之外呢，还准备了电影票送给安心雅。那呢，心雅你当然有准备礼物要回赠给瑶瑶，对不对？有有礼物，有，来，电影票我先帮你们两位保管一下下。好，来，对，好，来来来，对对对对，差点忘记哦，因为我记太多东西，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哦，签名专辑啊！哦，对，我要先送签名专辑，谢谢谢谢。就是因为瑶瑶就是拍那个志气，因为看那个预告，我觉得她好辛苦，真的。然后所以就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帮您呼呼，谢谢谢谢。然后再加上你拍志气就是麻痕，你手很受伤，然后冬天又到了，很需要护手霜。正好，非常非常实用，对，实用，赶快回，有贴心。哎呦，所以有这么多的礼物，两个人真的单身极品，互相送给对方。那当然呢，最后要不要来个大拥抱一下？可以啊，我们要帮你们收一下礼物先，来来来，还有这个电影票礼物先帮忙收一下，然后也帮两位呢拿一下麦克风，要来热情拥抱10秒钟，来最有志气的瑶瑶拥抱我们的单身极品安心雅，谢谢。来看一下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左手边。太感谢了，也希望这个瑶瑶呢，新的一年2013年，她的这个电影呢，能够有非常非常棒的成绩。志气2月8号正式上映，中间麻烦两位美女看一下。那当然呢，这个安心雅呢，在这个1月11号呢，全新国语专辑《单身极品》已经发行。来，还有两位的右手边，两位的右手边看一下下。好，来 one more round， 再一轮，右边再慢慢的转回到中间，中间看一下下。谢谢，中间看完左手边，哎，太开心了啦！我觉得这个瑶瑶真的是很认真努力，安心雅也是，
所以希望就在2013年，两位单身集体呢，给大家更多全方位的好作品。好，来右下角，啊，小虎哥喊得很大声，森若红中，请看看一下，啊，中间啊，哦，艺文哥嘛，话个真大声，嘛个看一下哈，好来，最有志气的喊最大声，好 ，OK 吗？好，感谢大家。那最后呢，我们再要让这个瑶瑶再祝福一下安心雅，好不好？哦，真的，其实就很希望他的专辑就是可以卖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我知道他就是非常努力，然后他真的也很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对，然后其实就希望他可以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而且我今天超多男生朋友超羡慕我可以来就是被呼呼的。哦，真的吗？对，我回去会把刚刚那个拥抱再献给他们。太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女生这个互相欣赏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也互相激励对方，可以在这个演艺事业上面交出更灿烂、更棒的成绩单，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再一次要感谢这个今天的特别嘉宾，谢谢瑶瑶，谢谢，也谢谢这个欣雅，谢谢。好，那我们这个欣赏位美女先休息一下下，再稍后来做联访前的准备，谢谢。好，来，请大家呢再稍微等这个欣雅一下下。哇，今天这个没有想到，瑶瑶呢竟然来到了这个安心雅单身极品的签唱会的现场，作为一个最有志气的嘉宾。那当然呢，也是要这个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两位呢非常非常棒的单身极品。好，谢谢。麻烦再过一下哦。小心，小心，小心。好，那我们这个现场做联访的时候，不知道那个麻烦我们现在二楼在施工的那个大哥们吼，可以先稍停一下下吗？拍谁吼？李郎哦，嘿嘿，电钻呐，哦，哎哎，火花四射，哎呀，哎，听未着 ？Hello， 阿李郎诶，李郎会使稍停三分钟无？听无啦？英福 ，Hello。二楼的大哥，会使小借阮五分钟时间无？啊啊啊！哦，好好，小小停淡薄，好不好？30秒。啊，多谢多谢多谢，感恩感恩，谢谢谢谢。
可以塞光碟。还是要再再光碟。塞上面。对啊，我超羡慕他的，就有一张。而且我记得好像1.68嘛，就是女生的完美身高梦幻身高。好，谢谢。那大家再一次要谢谢我们的嘉宾，谢谢瑶瑶，谢谢。好，不要忘记要支持一下这个瑶瑶，非常非常认真在宣传的最新电影《志气》，在2月8号即将就要正式上映啦。哎，这个是瑶。